一丁，我在这儿买了一套三居室，这两天就可以交房了。我还选择了一家比较好的装修公司，峰哥你来定。我给你开个东西，先下车吧。 一冰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你出院。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，这些我都可以接受。我相信我们给彼此足够的时间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所以今天我选择在这儿，我们未来的家，重新追求你。何然，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？ 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。你要是想做陌生人，那我也无所谓。这小子真是个愣头青啊！西城哥今天饭也不吃，训练也不停。 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走走走，劝劝去。哎，傻呀你们！他这是训练吗？明显是受刺激了。就是他现在这状态啊，别说是你们，站长来了都不好使。站长？嗯，这开的玩笑有点大了吧？站长怎么能管不了呢？站长姓什么？吴。我姓什么？吴啊。 我们是本家，我能不了解他吗？真是。站长，我去吃饭，在这干嘛呢？吃饭去。哎，是吃饭。孟凡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。他也没说，但我认为是一兵出院那会儿，他忙前忙后。 张罗的挺隆重，然后赫然来了，把一斌给叫走了。他这心里可能就，您知道的。瞎闹，这样练不得把自己练伤了。站长，您放心，我在这看着他，我肯定不让他受伤。行，你去吃饭吧。啊。哎，下来。 干什么，站长？现在我健身，你也要管啊？健身没人管你，但你别给食堂找麻烦。这都几点了，赶快吃饭去。好，吃饭。 机长，机长，机长，不是，哎哎哎，李西城，你缓缓喝口水行不行啊？多大点事儿！我没事儿，这水，你自己好好喝吧，啊。孟凡，门口有个女的找你，还挺急的。哼，有个女的找你，快去吧。哎，你们说这谁呀？姓什么呀？ 您好，您找我？你是孟凡是吧？对对对，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身份证我没带。哦，这是我的工作证件。找的就是你，我先收了。哎，大姐，你拿我的。你这混账东西，你把我们家女儿害得那么惨，你还有脸干消防？不是大姐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你想不起来了是吧？我告诉你。 我们家女儿方甜甜，就是被你从电瓶车行那么高的楼摔下来的女孩，粉碎性骨折。电瓶车行。
想起来了是吧？我们家女儿甜甜，今年才12岁，她的那个腿要是治不好的话，我们家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。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件事情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每天到你们家里来找你。大姐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没想到有这样的后果。 您女儿甜甜现在在哪儿？这还用问吗？在医院躺着呢。哎，孟凡呢？哥，你和孟凡哥走的最近，你说呀。天乐。 没事，别往这儿递话啊！我不知道，吃你的饭。哎，别理他，胖。现在啊，除了你姐，他看谁都是这副脸。我姐？